我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看过架势，把他视为一定要达到的目标。怎么？你的目标是冠军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是更有趣的？ 对方是叶秋，啊！包子、唐荣，急上路时，看来总冠军的战火蔓延到网游里了。你出来，我要和你决斗！ 知道我是谁啊？是过来领死吗？家世和星星只有一个胜者，他们没有退路，才选择将一切燃烧在这最后。感觉叶秋在下一盘好大的棋啊！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操作者的精神。 超乎一切的渴望，每一个荣耀之翼选手都一样。